今年凭借《泪之女王》再攀事业高峰的韩剧男神金秀贤，本周六即将在林口体育馆举办 Eyes on You 见面会。大家好，네안녕하세요김수현입니다정말오랜만에인사드린것같습니다主办单位也公开金秀贤抵台班机时间，他将在本周晚间六点半到七点之间现身桃园机场第二航厦入境大厅，率先与粉丝们近距离见面。届时势必会挤满大批人潮，呼吁想接机的粉丝维持现场秩序，避免造成推挤与混乱，一起给金秀贤留下好印象。